对，你说黑的嘛，黑酱油本来就是黑的嘛。对啊，所以哦，干，你只是不知道甘纳是什么嘛？哦，甘纳爹导游。甘纳爹。哦，甘纳甘纳甘纳爹导游。好，那我讲一下，哦，甘纳爹导游看不出来，因为黑嘛，黑什么什么酱油嘛。嗯。啊，看不出来。黑色的胎子里面装的黑色的东西没有意义的。啊，差一点。他不是，不是。啊，你要试看看哦。有可能是黑到看什么都看不到啊。啊，你看不到我是不是？我是鬼吗？有什么真的？我们就是说，哦，这么黑，你真的连就什么都连自己的手都看不到。没有意思的，没有意义的意思嘛。嗯，不是，不是哦。